一只三百几币尔。三百，刚好满三百。刚好满三百。我听人家讲，你会知影，那点我就冲来遮哦。无啦，我基本就是讲七点要出去，我六点半到啦。嘿。啊，六点半到，等到八点外啦。啊，八点外，我搁要等你那鸟友，我搁等到十点，十点阿贤才来。这只介少礼拜，这只三个月，嘿。三个月几多一届啊？嘿。稀有鸟，对我来讲就是稀有鸟。啊，你平光镜刚找着？叫伊啊！迄款物件，人家叫，送来叫遐啊！要3000块，无啦，一般的人就感觉摄影技巧好。咱来了就知影。你是啥物色的啊？迄、那个？啊，拢乌色的啊。